艺术化，更呈现出多元化剧场风貌。以焚香来宣扬君子对精神层面修心养性的诉求，使茶席上宁德之香安详宁静，可见古人早就领悟到香道精神的领域了。是表现艺术的一环，要能够合于茶曲，表达主人的心意，表现茶道的内涵，可以清净身心，回归自然。例如持有清净的心，装满清净的水，插上清净的花。是提高茶会的趣味性。明代朱光儒又称普结君，又以烹茶，明代文人比喻意境守节之意。古人认为竹性直，直以一身，竹心空，空以一道，竹节真，真以立志。将竹子与君子的品格相类，文人以竹制君，体现古代君子那种准备的茶叶是金玉满堂。金玉满
月2001年上海亚太经合会中21个国家地区元首首体成果，外观金玉交错，富丽堂皇，故名金玉宝塔。春夏，清风满地丝。